晚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最後一節叫啤李晚報。咁啊，爭啲唔記得宣傳下我嘅醉鮑魚啊，真係話好撚正啊！我因為點解今日我無無聊聊咧，屌咪開只鮑魚嚟食下咯。我日常咪食個鮑魚食下刺咁樣咯。哇！我真係覺得好正。如果大家未食過呢個粉紅鮑魚咧，雖然你話喂好似好貴喎，298，你試過先啦。真係就係另外一回事。咁當然啦，你話我而家我份工都搞唔掂，點食啊，啤李哥？咁我又明嘅。OK， 咁都冇辦法啦，即係我就盡我責任去推介我認為好食嘅嘢，好似嗰只日本豬肉。即烤肉乾啊，哇40多元，真係好似啱啱烤完咁樣嗰種喎，真係好 OK 噶。好啦，呢一節講乜嘢咧？呢一節咧，當然啦，梗係湊下熱鬧啦，就係講嗱，大家知道啦，我哋偉大祖國近排有好多啲咁嘅天文嘅異象，我哋早兩日都講過啦。咁今日我睇過篇文章咧，佢就對應翻呢啲異象。就唔好對應歷史上嗰啲屌你咩喂《山海經》嗰啲太耐啦。喺呢幾十年我哋見過嘅嘢，咁啊得出一個結論喎。哇！喺咁我都覺得啊，可以大家去講下啦。OK， 嗱最近一段時間咧，中國大陸好多民眾咧都發現咗天空入邊出現咗好多不明飛行物體。其實不明飛行物體呢樣嘢咧，就時有所聞㗎啦。由我哋細細個睇呢個《營環首期》啊，有冇睇過《營環首期》啊？知唔知有本咁嘅嘢？嗯，讀者文摘速嘅 ，OK， 就已經成日話有 UFO 啊呢樣嘢嘅 ，OK， 啊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唔知乜撚嘢嚟嘅。咁而家點解啲人話發現得咁多咧？其實係咪多咗咧？又未必係，但係因為你有手機啊，而家，以前啲人見到做乜撚嘢，有隻唔知咩嘢勾下個頭，咁你都真係冇嘢㗎，啊。咁如果你話香港，我哋唔好講咁遠先啦，香港。比較啊轟動嘅集體見到 UFO 嘅事件，你有咩印象啊？華富村啦，算啦，係咯，係啦，實有啦，係嘛？香港有冇出現過啊？即係要揾下紀圖同埋台長問下先得。香港有冇出現過啊？第三類接觸嗰類嘅，即係異形嗰啲，唔係同唔係同外星人有接觸嘅個案啊？印象中，方哥啊，方哥話有咩？係啊。佢講啫係嘛？佢嘅經歷係點啊？咪咩咯？佢日頭睇星嘅時候咩？日頭睇星係啊，即係空肚食早餐係啊，跟住俾外星人拐咗嘛，即係對翻到嚟誒，對嗰排可以即係企喺度啊，個心口可以黐到好多啲叉啊筋啊咁咯。你有冇見到佢黐到啊？次次都失敗。好嘅，屌你有冇日頭睇星？係咁撚神奇。係啊，然後俾。外星人捉咗佢，咁發生咩事啊？外星人同佢搏嘢，點樣知啊？佢或者俾人捉咗咯。跟住就心口開始到刀叉，係啊，但係又做唔到，係 ，OK， 嗯，我唔會因為呢啲個案咧就認為香港有冇呢啲咁嘅接觸咧？我相信一定有人接觸過嘅，但係有冇成為個案喺民間嘅流傳就係另外一件事啦。咁但係其實咧，我哋睇啦，無論喺中國啦，啊喺歐美啦，日本啦。其實都有呢啲所謂接觸外星人嘅個案嘅啊，咁我睇下我嘅時間啦。今日我個老友又上嚟，我又冇記得問佢嘅，就係話佢識個朋友咧，直情係直接識外星人噶嘛。直接識外星人添。直接識外星人㗎。喺邊識啊？唔知唔知喺邊度識啫。我都係個朋友啫嘛，特尼西亞人嚟嘅啊，特尼西亞人就直接識得外星人。佢話外星人咧個啊 look alike 即係 general 嘅 human being。一樣樣嘅啫，普通人嘅，即係呢個好似係 Man in Black 嗰個情況啊。OK， 咁啊你問我先唔好講，我哋而家隨住嗱，其實科技你話進步到啲點好，好多嘢喺理論上面解釋都，但係我哋未即係做得到啊嘛，有啲嘢。但係遲啲嘢係咪可能會做到咧？譬如圍堵啦，啊唔同嘅圍堵，即係會唔會有另一個 Barry Mark， 另一個林康正咁？我哋覺得都冇乜疑問係有嘅，或者唔同年齡嘅。譬如我哋認為過去咗不再往返啊，我好 miss 我十歲嘅時候個仔，咁原來我十歲嘅時候仔原來仲喺某個圍堵，用佢十歲嗰個情況喺度生存緊嘅，絕對唔奇。OK， 咁既然我哋咁樣都接受到，點能夠接受喺呢一個喂大千世界娑婆世界？你話幾撚大個世界？幾撚大啊？
入邊一個銀河系都咁細嘅。咁大個世界入邊嘅咁細嘅銀河系入邊，咁細嘅地球入邊，竟然淨係得我哋一種生物，呢個係唔可能嘅事嚟嘅，應該可以講係不可能啊！你問我可能性係太低啦。OK， 咁但係呢啲咁嘅異象咁頻頻出現喺古時，因為我哋冇咁多識見啦啊。咁但係我啱啱上個禮拜聽阿台長嘅節目，佢用另外一個角度就係話留意到凡親呢啲UFO 喺嗰個地方度頻繁出現咧，往往咧大家睇翻歷史咧，就係嗰個地方嗰陣時咧係即係窮兵黩武啊，喺度準備軍備啊，甚至乎核武器嘅時候，咁嗰啲UFO 就會出現啦。咁呢個佢當然係牽扯到，即係我哋諗嘅啫，係咪啲外星人嚟制止，或者俾一啲軍備力量嗰個國家咧？話當然可以俾，可以係制止㗎嚇。啊，譬如五廿一區，咁好多人都咁講㗎。喂，點解美國突然要二次大戰之後嗰個科技、那個核彈啊，各樣嘢咁撚進步啊？點解咁勁啊？突然間嚇，又甚至乎有人話，譬如你伊朗乜咁搞撚錯啊，黐撚線啊，咁撚勁，喂乜都得嘅，點解？又整車又整成。啊！又話屌你老母，又話乜撚嘢？屌你老母低軌衛星，又高軌衛星，又呢樣蛇衛星，跟住又話咩？有冇咁撚勁啊？五廿幾歲人，喂，係咪有外星人嘅科技咧？嗰啲唔知啊。咁但係如果用嗰個諗法諗咧，咁可能啊有外星人發覺有個地方，喂，屌你班撚樣搞撚搞震喎，唔撚掂喎，屌你老母閪，有同人嘈喎，喂，唔好撚喐啊，係會唔會咧？定係好純粹嘅？因為呢啲係睇翻，咦係喎，嗰次我聽完個節目，凡親啲地方一多咗呢啲咁嘅嘢出現咧，佢嗰度多往往就係真係喺講嗰陣時係備戰緊嘅喎。咁但係呢個咧，因為冇絕對嘅數據，我哋就唔夠膽咁講啦。啊，我哋睇呢壇嘢先。好啦，中共咧就當然就話沉默不語啦，或者唔解釋啦。咁如果我睇翻福州啊定邊度嗰度咧咩河屌啦咩嗰個咩府咩市啊，就似河南啊，河南嘅咩福州縣啊定乜鬼嘢咧？直情話唔知咩嚟，佢唔係唔解釋，我都唔知咩嚟嘅。咁嗰個好老實啊。OK， 好啦，咁啊嗱喺帝都北京咧，亦都有人拍到唔同不明飛行物體同埋異常現象喎。嗱，9月14日凌晨。北京多地嘅居民咧都睇到天空入邊出現咗巨型不明發光物體喺空中大範圍旋轉，咁大家應該記得啦。11月11、12日就係機場啦，天津；14日就北京嘅天空上面啦。好啦，9月21日凌晨，即係其實講咩啫？其實9月21日凌晨2点到3点几，早兩日啫。天空入邊咧，北京嘅天空入邊又出現好多移動嘅光點喺雲朵之中穿梭，之後就四散飛走。咁你話係無人機啦？你話係咪啦？好啦，而喺今年4月嘅時候咧，其實4月20日咧夜晚10点9咧，亦都有多名北京嘅網友咧影到北京上空出現快速移動閃光嘅物體。OK， 睇落係似係飛碟。有網友拍到咧係巨大嘅光柱啊！而喺1月份咧，亦都有人喺北京咧拍到一團發光嘅雲狀物快速移動，相信同樣係飛碟。好啦，淨係今年咧，如果咁講。OK， 北京就已經係出現咗，頭先呢度咁講，1月啦、4月啦、9月有兩次啲不明飛物合體同埋啲光點。好啦，而今年3月兩會咧嗰日咧嘅凌晨啊，兩會第一日嘅凌晨啊。北京市夜空啊，接連出現咗兩顆巨大嘅火流星從空中墜落，喺下墜嘅過程入邊爆炸，發啲綠色嘅光芒，跟住咧照亮夜空。大家應該記得呢一幕啦。OK， 哦，屌你老母，流星都出現埋啦啊！咁即係話咧，如果咁計咧，今年咧3月到9月，北京出現咗3次火流星嘅墜落啊，即係亦都有幾次喺北京。幾次不明飛行物體，三四次不明飛行物體，3次嘅火流星墜落。根據呢個《史記》嘅《天工書》入邊話咧，星墜之地，則石也，即係話咧，流星落咗地下就變成
陨石啫。咁呢啲就唔係乜嘢新奇嘅事啊。好啦，但係我哋就睇翻呢度咩啦？陨石咧，通常就被視為將有大事或者社會動盪發生嘅先兆啊。對人間咧，就係、是、大人物陽壽要盡，係不祥之兆。咁我哋睇翻呢幾十年喎。1976年3月8日，喺吉林市同埋永吉縣方圓500公里入邊，落咗一場世界罕見嘅陨石雨喎。大家嗱上網睇下，唔好聽我吹啊！大家上去睇下呢個1976年3月8日吉林市呢個場陨石雨。OK， 其中最大一塊陨石咧，而家仲係陳列緊喺呢個吉林市嘅博物館入邊。啊，民間流傳咧，陨石雨百年不遇，對應人間咧。大人物就陽壽要盡，有大災。果然1976年死三條友啦。朱德係咪76年啊？好似都係啊。周恩來啦，老毛啦。OK， 好啦，無數小陨石係對應咩咧？當然係對應1976年。如果無數小陨石唔係大人物咯，大陨石嘅三枚，小陨石嘅唐山大地震啦。好啦，根據資料披露咧，毛澤東阿毛主席當年對於天降陨石咧係熬底嘅。佢秘書阿萬錦雲問佢：喂，點解會有陨石降落嘅時候咧？毛回答就話：哎呀，呢啲事情啊，歷史上都屢見不鮮啊！啊，史有名載嘅都好多，野史上就更多啦。咁大家知道啦，毛澤東就浸睇書就睇夠嘅，老實講啊，係中國人叫做天人感應，即係話人間有咩大變化咧，大自然都有所表示預報一下嘅，吉有吉兆，凶有凶兆。毛澤東後來咧，甚至乎對住阿萬錦雲咧，略帶恐懼同埋震驚咁講：天搖地動，話無端端個大石頭跌落嚟，要死人啦！啊，《三國演義》入邊諸葛亮、趙雲釘嘅時候都跌過石頭啊！啊，咦？屌，《三國演義》趙雲釘嘅時候跌過石頭咩？我真係唔知喎咁樣啊！佢話大人物名人係與眾不同嘅，咁啊果不其然啦！如果咁講，咁啊跌完石頭啊，毛澤東1976年咧。都跌石頭，但我好懷疑咯。嗱，睇呢啲咁嘅嘢，因為點解咧？1976年毛澤東啊，即係三月嘅時候嘅狀態咧，其實因為嗰只嚟噶嘛。佢但佢思緒佢係得嘅喎，佢思想，佢點樣表達阿萬錦雲又點樣聽得明佢講到咁撚？因為1976年3月8日跌落嚟咁啲石嚇。好啦，咁1997年2月咧，山東菏澤又發生咗較大規模嘅陨石雨喎。四日之後咧。中共第二代嘅核心啊，鄧小平其實都唔係第二代，都可以講你叫第二代啦。第一代都係嗰啲開國元勳嚟嘅，就釘埋啊。好啦，咁我哋睇翻今年啦。我哋揾石魚嗱，早幾日咧，我哋都見到啦，俾埋你哋睇啦，係嘛？一個個火球咁樣發生喺帝都，咁我哋就要問啦，唔通我哋又有大人物？我唔夠膽講啊！陽壽要盡，係唔係啊？屌嚇！定係可能唔止一個，要帶走幾個？我真係唔知啊！有幾個大人物咩？又唔使嘅，一個夠噶啦，一個夠噶啦，就係屌就拜登，冇撚錯 ，OK， 係金正恩，一條契弟，屌你老母閪，太串啦，唔撚俾面我哋，係嘛？喂，老母話時話咧，屌你老味！我都唔知道，不過又冇乜人敢講啊，冇人睇啊。喂，我覺得好撚過癮。以色列炸個黎巴嫩，係應該要炸，炸多啲。屌你諗炸咁樣熬底。喂，而家伊朗啊吞泰喎，屌你諗熬。只係嗰時候報仇嘅，咪屌你老母係啊！啲領袖保邊啊？唔係，而家咧喺伊朗有個新總統出嚟咧，可以即係隔一隔啦，等佢即係咩啦？屌你咪還拖。喂，你而家嚟喂講真啦，我係嗱，而家啲人又話呼籲啊，你成永遠都係咁樣啦。你俾我係以色列，我真係唔會收手咯！打啦，你老母真係打謝你收你，真係要收你珍珠黨皮啊！直情要，如果唔係，喂屌邊度？喂炸索冇辦法㗎啦！呢啲嘢係咁㗎啦，呢個世界上係嘛？好，聽日再見，拜拜。